这一头负责切菜，另一头下锅煮，志工分组进行，为机关署人员准备素便当。七道菜色一字排开，配菜分量也给的大方。大家请问这里不够，懂吗？没放的，来来，白菜我再多一点。你看，我就是白菜跟这个要两边嘛，哈。今天一起来参与制作这个素食便当，而且也提供给我们卫福部的抗疫所在使用的，可以借由这个机会，再加上这个疫情，希望可以提倡一些素食的观念。150份餐盒，每份都附上一张如素卡，邀请108餐的素食。我们要感谢感谢，要亲自感谢。就我们有调配到哈，就是它的蛋白质还有各方面的营养分成分都一样，都要有具足这样。希望大家吃得开心，他也知道说，其实吃素可以用心的话也是很好吃。好吃了，好吃，有健康哈，感恩哦。暖心素便当，结一份好缘，让抗疫英雄在忙碌之余也能吃进健康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徐千惠、何庭瑜、林清海台北报道。